係龍珠嘅笛子魔童 Piccolo 山。魔童都要搭 JR。我發現小丑只有我同佢。即係嗰晚我都好開心咯。幫我勇敢啲問下啲靚女有冇請上先。我估唔到咧，咁樣都會撞到。係色有術嘅 Naruto。Champions。大家是可以去七仔度撳錢嘅。而家咧大概6點鐘，咁其實天咧就已經黑曬咁滯㗎啦。而家就翻去準備我嘅特別任務。Konnichiwa FLC です。原本諗住剪埋咧兩年前嗰度日本 Fox 先再去日本嘅，不過校破守唔到啩，所以而家要飛東京。你射多了我就偷了。来，跌咗，靓啊 ！OK， 我偷了。OK 啊，你都靓啊，做得好兄弟。哇！OK， 辛苦你去，我冇谂嘢咯。7 hours later， 今日10月31日嘛，系咩日子咧？大家都知啦，即年年万圣节都真系隆重其事噶嘛。去到今年咧，玩到埋日本添，咁我认真到咧，连 cosplay 都带埋嚟嘅。即系难得呢啲咁嘅时节嚟到日本，就当然要去涉谷嗰度感受下呢个万圣节嘅气氛啦。真啊，意唔意外咧？系龙打七头，你梗系打人走咗先噶啦。呢个打人未得，系龙珠嘅笛子魔童 Piccolo 山。点解系魔童呢？系有段古嘅。香港嘅话咧，大家会见到喺呢个家乐坊啊，同埋铜锣湾咁啊，见到有呢个巨型吹气嘅吴范南魔童啦。咁就系做紧呢个龙珠超嗰个吴范嗰个电影嘅宣传啊。我原本咧系见到就同深信宇讲话，喂，嗱，我哋29号跟住去兰桂坊，一个出魔童，一个出吴范咁样，衫都叫佢订埋噶啦。跟住点知咧，呢条扑街就叫我嚟日本，唉，系佢自愿过嚟，我冇攞支枪逼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深信宇好像真的订了衫。系啊，咁唔理啦，我拎咗过嚟啦，咁我梗系照出啦。今年咧就笛子魔童去感受呢个涉谷嘅 Halloween 到底系乜嘢嘅气氛啊！我想讲，我连块面咧都真系绿色噶，注意。魔童都要搭 JR， 因为我唔识飞，废得滞。我发现小丑只有我自己。唔会，一定有好多人。哇，好牙掰喎啲 cosplay！ 俾佢啦！魔童係有人認得啊！佢先同我對拳咯，跟住我整污咗佢隻手。やった！可以見到。得啦！耶！すごいですね。ただいま。我要信耶穌啊！信耶穌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原來呢度係唔行得嘅，我哋要行另外一邊啊！多人到咁啊，係因為太多人啦，哇！睇下幾多人。前面呢兩隻係衣背，跟住呢隻係咩嚟？太陽衣背啊嘛。哦，係喎，太陽啊，太陽啊，太陽啊！即係嗰晚我都好開心咯。跟住咧，我見到啲日本仔咧，第一晚撩啲靚女，我上星套啲乜聲咁樣行緊上，鋼牙同埋大鼻啊！呢個我好想同佢影相喎。Don Quixote 到 Flamingo。查到先，查嘅，勁多人，我哋去翻 Santa Ca 個門口先。不過咧，我斗篷咧唔可以向後行嘅，咁拎住。啊，試乜聲？係，依我沿途都有人同我影相，好開心。試乜聲？你想啲實穿拖定咩意思啊？Yo， 可以有 picture？ Sure。Yes。My favorite Dragon Ball character。Really？ Yeah。Nice。呢度就係 Shibuya Santa Ca 啦，涉谷中心街啊，最多人嘅地方就喺呢度啊。哦，ベジータだ。違うなよ。からね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マカンコサポ。そうです。そうです。マカンコサポ。おい。氣氛嘅話係好過香港嘅，喂，同埋佢夠多警察咧，其實都呢度唔算逼咯，唔算㗎啦，我覺得。我勇敢啲問下啲靚女有冇請相先。耶！你想請我啲意思啊？意思啊？有咩啊？真的？すみません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深信宇最中意哦 ，By Kingman 啊。Pico。馬坑高濕喎，哇！呢個 Zoro 好勁喎，好犀利呢個 Zoro。其實咧係真係闊落過蘭桂坊，哇！好開心喎。咦，前面見到見唔見到啊？哇！嗰度哦，呢個豬頭猛進啊，超級豬頭猛進啊 ！Crayon 先生，Moitoino Cordes， 耶！
我估唔到咧，咁樣都會撞到。黐線，咁都有得撞。見個心之怪盜團啊，勁開心。係識有術嘅哪路圖？哪個？幾多人時候？得要得要得要。食笑，食笑啊！有有有。皮克斯，我前面有一个 Dangerous David Jones， 好犀利！我出过 Jack Sparrow 啊，すごい！哇，呢个系好正啊！呢个小癫咯，呢个大陆人嚟啊，系啊，你唔知啊？头先我听到拍针啦，拍针啊 ，Loom。や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ルーム、シャンブルス。わ、お、後面、サボ。ザ・ワールド。太鬼搞。Well, you paid for a very long moment, right? Well, me too. Okay. Okay, very nice. Thank you. Yay! 哇，好犀利啊，这个。Vegeta です。マカコサポ。塞班嘛，哎，我来去塞班门的，一呢，哆啦 A 梦，喂，我次见到魔人布欧，佢都见到我，佢喺间 Piccolo， 系就系好开心，不过都系要顺从翻呢个日本嘅文化，就系讲中电啦，所以咧就唔可以玩到好夜啦，好多人。好正，勁多好有創意嘅 cosplay， 萬聖節嘅小谷係冇得頂啊！我有生之年咧，我要喺度出次南瓜手加礦石手。點解我哋有 JR？ 點解我哋嚟咗 JR 嘅？係咯，先話呢度入啊。すみません、銀座線に乗りたいんですけど、入り口が間違えちゃって、あとこれも。發覺咧，佢哋見到我咧，好興咧就同我 high five 嘅，但系咧我隻手咧就唔到，跟住 high five。係啊，佢嘅文化係真係 yo Piccolo， 跟住就 high five 咁樣咯。咁頭先見到比大嘅時候咧，佢同我握手添，跟住我反應唔切，跟住同佢握手。頂佢嘅手套應該綠曬嘅而家，我哋搭車翻去啦，即係終點啦，終點啦，終點。今日是原定的最后一日，但因为加长了两日的缘故，所以有现场战了，唉，次次去东京啊、日本啊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加长行程的，因为永远都不够后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要解决，因为原本就没有抢那么多日元，就要去找地方揿钱。那顺便这里也都教一教啲游日的新手，大家是可以去七仔那里揿钱的。咁七仔咧就類似有啲咁嘅 ATM 嘅，咁其實大部分 ATM 咧都係對應海外提款嘅。不過首先咧，你就喺自己銀行卡嗰度 activate 咗海外提款先啦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咁直接將嗰張銀行卡插入去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先讀緊嘅，咁啊，繁體中文啦。歡迎光臨。取款。咁呢度咧就會話佢110日圓嘅手續費啦，咁其實你而家計翻唔算，咁都係5-6元左右，係啦。咁你可以攞咧都係1000日圓嘅單位，咁其實呢度附近屋企揀都得噶啦。跟住又話啦，跟住其他金額都 OK 嘅，咁總之係1000日圓嘅倍數，咁啊拎住15,000日圓先啦，夠打機嘅應該，我再確認。咁其實個匯率咧係唔差嘅，係 OK 嘅，大家即管可以去試一下。都好㗎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贊好、分享同埋訂閱。咁呢條 vlog 邊有咁易完啦？今程嘅日本旅程咧，其實都真係拍咗好多 footage， 仲有大把片未出嘅。總之大家就要多多支持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